整套的，超适合的啦。哎，你们快快快去后面穿一下。快，你改一下，他会生气。就这样，拼活然后拿到这个，是不是？我就说我们到我们制作单位。难怪你们要给钱，你们自己良心也不安吧？是不是？对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脚好，加油，脚点可以踩，这些都可以踩，来踩稳，很好很好很好，对，很好很好很好，对，踩稳，可以，很好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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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他刚刚是不是一出手，整个就晃过来，对，这就是不平衡。哇！所以你就要怎样怎么怎么样，这个这个这个，对，我到这就不行。那怎么办？弃权。弃权。弃权讲的最闪最响亮，今天一整个上午最大声就这两个字。然后右手要用力把身体拉紧，不要脚尽量不要滑掉，踩稳，很好。对，来，很好，很好，左脚这个，对，踩稳。哦，你抓到下一颗吗？我放弃。哎、欸，你看起来很可以耶，你手伸长就举到了没？来延长，然后好懒得出力。你有一种，你有一种。算了啦，应该不是。我怎么觉得胜负已经分出来的感觉？好了，不用演吧。好了，不用比赛。你们应该把礼物亮出来，告诉我们有值得拼搏的理由吧。我再换一条给你们，好不好？我们认真。一万块。我们认真比一下，我再换一条给你们。这条脚点都比较大哦。这条都比较大。对，这条脚点都比较大。你要不要？你们要不要？就用这条决胜负。刚刚那条不就胜负？真的吗？这条没有决胜。你们胜负已经决定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决定。没生病的，我觉得我可能可以，但是生病的我就有一点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嗯，是这样没错吧？对，没错。好痛啊！嗨。对。啊，有啊，抓到了，右脚右边，右脚右边黄色。我要下去了。哎，最后一步哎，一步哎，一步哎。就是，你知道，就是有点，突然那个什么。手不是，整个脚就是有点注意力有点不集中，我看你在上面有点那个药，有没有？真的假的？有点发挥，然后什么？听起来很玄妙，听起来很玄，听起来像我嗑药，但是我没有，好吗？你刚刚可是唯一有爬完上一条的人，真的，对啊，我真的，你就不要客气，哎呀，哦，够得到，我觉得手特别，我想说一开始就遇到障碍。哎，我要下来了！哎，真假？他等于只要几步就上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教练，好好好。你这样子，我是不是错边了？没错，完了，没关系，回来，很好。对对对对，你能够感觉到自己错边也是一种进步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你应该是要左脚上，右手先，右手先。太可怕了！你整体来说，我们应该是还 OK 吧？还不错，其实还不错。就是第一次爬的话，身体控制其实蛮好。但是就是你知道，就是第一个你们状况不好，第二个他本来就对于初学者来讲，尤其这个他本来就是偏比较直立的，所以就是比较吃亏。对，所以你们在底下的状况其实还不错。我觉得，对啊，那这样讲就是他了。对啊，都讲成这样，一致通过。我吗？对，来来来。什么？还用胶带把牌子撕？你原本没有奖金哦。啊！知道吗？记住！你看，你看，我就知道。哎，你穿这个在爬行李，立刻带牌。快点！居然还是整套的耶！好的，快点！好适合你哦。哇，整套的，好适合的啦。快快快去后面穿一下！快，你改一下，他会生气。就这样拼活，然后拿到这个，是不是？我就说我们到我们制作单位。难怪你们要给钱，你们自己良心也不安吧？是不是？对吧？是。OK， 你伸手，好哦，今天非常开心。你的那个手就很奇怪，抓住了，有点奇怪。好啦，如果大家真有机会，就不能讲那么多话。
这怎么 ending？ 好了，今天真的很建议大家，爸爸带妈妈，然后爸爸带小孩，然后来这边，然后体验一下攀岩，手脚并用，手脚协调，真的很好，好不好？那你想听看，我们下次见。